开始报数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报告老师，鹰到五人，十到五人。嗯，咱班不是只有四个人吗？怎么变成五个了？重新报数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老师，还是五个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四个没错呀。你们是怎么报数的？老师，你数错了，应该从二开始数。为什么？不是应该从一开始吗？老师，我和我哥的数字一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也不知道。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们正准备去数字王国再找一个数字一呢。那太好了，你们快去吧。你们童话王国的人来我们数字王国干什么？数字国王是这样的，我们童话王国的数字一不见了，所以想让你再给童话王国派一个。嗯，好端端的怎么会不见呢？侍卫，快去调查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是。你们别着急，等调查清楚了，我会给你们再派一个数字一的。国王，谢谢你。放开我，你们快放开我。报告国王，童话王国的数字一找到了。天，找到了，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让他回去吧。一，你是自己离开童话王国的吗？快跟我们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白雪100分，熊妹99分。这次考试白雪是第一名，奖励你一张三好学生奖状，你要继续努力。谢谢老师。啊，太好了，这次考试我又是第一名。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如果不是我算错了一道题，第一名本来是我的。熊妹，你生气了吗？你走开，不要跟我说话，我要好好学习。喵喵喵，我吃完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？恶魔王，你不会把没吃完的零食藏起来了吧？什么？我才不会这么做呢！大宝，你就承认吧，我是这次吃零食比赛的第一名。我不承认，我才是第一名。这次不算，咱们再比一次。比就比，你说比什么？那就比谁最先把游戏打通关吧。100比95，我赢了。大宝，现在你服了吗？不服不服，就不服！哼，竟然抢走我的第一名！从今天起，我们不是朋友了，我要和你绝交！大宝，没想到你这么小气。好，绝交就绝交，我还不稀罕和你做朋友呢。就是这样，你们原来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是却因为争得到第一名，天天吵架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如果我离开童话王国的话，你们就不会吵架了，所以我才悄悄离开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们错了。对，是我们为了第一名互相攀比，连好朋友都不要了。这样做不仅伤害了朋友，也伤害了你。我们向你道歉，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，你能原谅我们吗？我们一定会改正的，你就和我们回去吧。这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他们，和他们回童话王国呢？如果觉得要的话，就在屏幕下方发送11；如果觉得不要，就发送22。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点赞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